义父，你这次出山可打听到什么消息？没什么特别。西岩苍玄刚坐稳王位，就算要派兵攻打我们，也需要时间准备。早一日晚一日，又有何区别？我年少的时候，陈荣国力强盛，当时陈荣王看上了武神山。 发兵攻打昊陵，当时的老昊陵王软弱不堪，陈荣大军势如破竹，兵临城下。如今的昊陵王临危受命，血染白袍，以一己之力挡住了陈荣大军。可没想到，像他这样的人，居然有不战而降的意识。你说？ 我们的坚持有意义吗？虽千万人，吾往矣。怎么了？ 哪里受气了？除了咱们家那位王后娘娘，谁敢给我气受？她居然指责我的鼻子让我滚，我只能滚回来了。脾气这么差，也不知道怎么养成。新月养成这个性子，要怪我。当年为了中原百姓，我答应太尊管理中原。太尊怕我谋反，把你娘和新月留在西岩城做质子。 新月日日担惊受怕，才变得心胸狭隘，贪恋权势。我这个做父亲的，没有给过他安全，他只能追求权势，用以自保。小妖流落民间时，也日日过得担惊受怕，怎么不见他变成新月这样？陛下，待西陵小姐如何？陛下待小妖自然千好万好。 是，我待新月是不如陛下待小妖，可小妖待陛下也是千好万好。小妖能为陛下舍身挡箭，能为陛下和我们赤水市联姻，新月为我做过什么？你妹妹替你在西岩城做过120年的质子，才让你无忧无虑的长大。你如今坐在这里指责新月，是因为你没吃过她吃过的苦。 若一地而处，你能保证自己能像现在这样光明磊落吗？是孩儿错了，日后孩儿定会包容妹妹，谦让妹妹。风龙啊！ 你身兼陈荣氏和赤水氏两族的血脉，是新月唯一可以依靠的兄长。你日后要谨小慎微，讷言敏行，两个氏族的前途和你妹妹的安危，都系在你的身上。 孩儿谨记父亲教诲。宫里不缺这些宝石玉器，生长在赤水洞天中的赤水红莲，因为灵气富裕，莲茎可以万年不枯。这管箫，便是用赤水红莲的万年莲茎做的。有玉石之力，却无玉石之俗。隐隐还有股莲香，娘娘送给陛下，陛下必定喜欢。若能琴箫合奏。
想来会比当年更好听。谢谢哥哥。爹爹已经教训过我了，之前是哥哥不好，妹妹在宫里不容易，哥哥日后定会多为妹妹考虑。大爷。哎，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大爷，我带了好多夕颜的土产，要不要给你看看？啊，不急，你先给我说说你父王的事。我父王的身体已经完全好了。嗯，本来我还担心他会不适应，没想到他在西岩开了一个小铺子，这日子过得也是悠哉乐哉。嗯，好啊。父王真的让人佩服，庙堂之高，万圣之君，江湖之远，盲撅不一。以前啊，我是小看了他的胸襟和气魄。能看清天下大事的人本来就不多，甘心舍弃顺应而为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啊。等陛下回来，奴婢们可是有耳福了，能再次听到娘娘与陛下琴箫合奏，希望陛下喜欢吧。娘娘，陛下可是回来了？是。林兰，快点。好。惠妃娘娘，陛下去了小月顶，说是要陪太尊用膳。退下吧。如今我连送个礼都找不到机会。娘娘，陛下也是一心孝道，并不是为了哪个女人笼络娘娘。这么多年，无论严寒酷暑、刮风下雨，陛下只要人在陈荣山，就一定会去小月顶。孝道，小月顶上和陛下感情最深的可不是太尊。你说一国既然能有两后，那一国是不是也可以有三后？这怎么可能，娘娘可是陈荣王室后裔，武圣山那位也曾是浩陵王姬，这大荒内还有哪个女人能跟娘娘相提并论列居后位啊？西顶九瑶，太尊的外孙女。这不会的，娘娘顾虑了。我过虑，陛下心心念念魂牵梦萦的西岩山还空着呢，只要陛下想，谁敢阻止？涂山族长肯定要去西陵九瑶的。当年小妖和赤水族长都已拜堂成亲，涂山景还能找了防风背来抢人，如今一个小小的涂山族长，陛下岂会放在眼里？这些都没有差错，可以装订成册了。都说青丘公子的笔墨千金难求，如今做了族长，更是轻易不动笔，想买都买不到。咱们这里倒好，一箱又一箱。那你要把这些都收好了，若是以后没钱了，就把这些卖掉换钱。你只要把我收好了就行，这些死物还不是只要你张口，想要多少就有多少。你说这话可是大错特错。哪里错了？涂山族长，是我要嫁给你，就算收好，也是你要把我仔细收好了。还是说你想嫁给我？也不是不行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就让哥哥下旨招赘涂山族长。我愿意。
挂你的。杯子满了。刚才你在想什么呢？爷爷知道冯凤英还活着吗？知道。涂山氏对外宣布冯凤英病重身亡，不知内情的人以为冯凤英病故，但知道内情的人以为冯凤英是被涂山氏秘密处置，但实际上冯凤英正隐姓埋名居住在清水镇。冯凤英几次三番刺杀我，我可以不计较，但是他多次设计伤害小妖，涂山璟却不计较。爷爷，你真的放心把小妖的终生托付给这么软弱的人吗？苍玄，对于涂山氏的族长来说，复刻敌国大权在握，报复很容易，克制才难。也许你无法理解认可涂山璟，但一个人经历了血腥的背叛，却依旧心怀星象，没有被毒液浸染，你不觉得这也是一种内心的强大吗？你我是否喜欢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小妖喜欢。陛下叫臣过来，就是让臣看着陛下喝闷酒，就算要喝，也让臣陪陛下一块喝吧。陛下为何突然心情不好啊？医书快要修撰完了，等医书修撰完了，小妖就要跟涂山璟成婚。这有什么不高兴的？这是喜事。喜事，涂山璟哪里配？涂山璟优柔寡断，对涂山侯心慈手软，对防风意影当断不断，涂山璟哪里配得上小妖？陛下，璟只是太善良，涂山侯毕竟是他亲哥哥，他下不了手也正常。涂山璟的善良让小妖伤心吐血大病一场，这种让仇者快亲者痛的善良有何用？明明就是软弱无能。璟虽志不在建功立业，但他慧眼识英雄，从一开始就支持陛下，有从龙之功。涂山璟当初肯支持我争夺王位，并不是他自己的眼光能力，不过是跟在你的身后捡了个便宜罢了。凭涂山璟的糊涂，若是没有你的照应，涂山氏早就被挤出四十家了。陛下，其实这些其实都是风龙啊，你身兼陈荣氏和赤水氏两族的血脉，是新月唯一可以依靠的兄长，你日后要谨小慎微，讷言敏行，两个氏族的前途和你妹妹的安危都系在你的身上。
都是臣应该做的，陛下过誉了。洪江带领陈荣叛军在清水镇周边盘踞了几百年，实乃西延之心头大患。诸位爱卿，有何解决之策啊？我在位期间没能解决此事，李成心井曾悬一番孝心，召集你们来此商议此事，你们只管大胆说话，不必顾忌我。臣与洪江数次交锋，那臣就先说了，几百年来我们与洪江打个不停，但从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役，都是零星的游击战。陈荣叛军一击得逞，就会远遁而去，化整为零，藏入深山。如果我们退，就是输；如果我们进，则要耗费精力搜索，可茫茫深山地形复杂，十分难找。训练神族探子，加强侦查呢？试过了，不行。山高林密，坐骑难以飞行，神族并不占优势，最终还要靠两条腿四处找。而陈荣叛军要的就是我们深入大山，相柳诡计多端，神出鬼没的偷袭下都没有正面交战，我军就已经筋疲力尽，士气衰竭，连对战的人都找不到，的确难办。设置阵法呢？相柳是大荒内数一数二的阵法高手，我们的阵法常常被他一眼看破，一招不慎便被对方利用。师兄有什么好主意吗？好主意没有，笨主意倒是有一个。相柳乃是千载难逢的奇才，身有九头，和他比脑子无异于是自暴其短。既然相柳是一巧破千金，我们不妨反其道而行之，一力降十会。陛下如今乃是大荒之主，人才济济，兵力充足，而反观陈荣叛军却已是无渊之水，无根之木。陛下若是不着急，一个困字便足矣。入收兄高见，难怪战场上我一直打不过你。哪里哪里，丰隆贤弟谦让。入收所言不错呀，相柳是千载难逢的奇才，洪江更是一代良将，杀之可惜，若能劝降最好。几百年了，太尊和陛下屡次劝降都没有成功，相柳心意早定，宁死不降。这也知道十分难，但再试一次，否则总是心头之憾。陛下可以让臣的父亲尝试一下。陈荣义倒是最好的人选。好，那就有劳陈荣爱卿去一趟清水镇。这个药方里面用药量计量，你等我确认以后再记得收录。好。这个时辰你怎么来了？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胡真说涂山天病重，哭着要见我。我想去一趟清水镇看看孩子，顺便带几个医师去会诊。胡真都看不好的病，估计其他的医师也没有法子。要不然我跟你一起去吧。我自然是愿意，只是防风意应也在，我怕你不愿。我自是不高兴见他，不过孩子无辜又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儿，我一点不高兴不搭紧，你呀日后好好弥补我就行了。涂山璟此生此世任由小姐去世。这次有璟陪着我，还有涂山师的安慰，你就留下来帮我打掩护吧。太尊倒是好说话，可如果陛下问起来，奴婢该怎么回禀？我之前也出过急诊，没有回小月顶，
你就说我临时接到了一个出诊，去看一个病人，我速去速回，明早一定会回来的。如今大荒安定，陛下又贤明仁慈，侄儿恳请叔叔放下过往重负，率部归降。当年陈荣国灭时，面对昭相，我的答复是死战到底。如今我的答复依旧是死战到底。为什么？陈荣灭国已经是几百年前的事了，如今中原百姓子孙繁衍，早已忘记救国，叔叔既然认可侄儿的做法，为何却要誓死坚持？阿姨，你有你的选择，我有我的选择。青苔拂地而生，大树朝天而长，一个向下，一个向上，两者看似截然相反，南辕北辙，可一下一上，一低一高，才有这相映成趣的世界。这世上要有人通权达变，顺势而为，也要有人抱结守志，宁死不屈。陈荣大人，营地位置不能暴露，只能又委屈你一回了。请受我一拜。虽然洪江叔叔宽慰我，大树青苔各得其所，这些年终究是我等陈荣遗民辜负了你们。这一礼后，你我就是死敌。西丽小姐愿意不计前嫌前来救治天儿，亦应感激不尽。先看看孩子吧。胡珍开了几服药，但服用之后一直没有好转。这孩子的病好生古怪，我查一下血。
小妖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小妖可是来救天儿的。天儿不是病，是中了毒。有人承诺我，只要杀了西林小姐，就给我解药。你放了小妖，我们一定能帮天儿解毒。我发誓，不管你有什么心愿，我都能帮你完成。他的心愿就是你的命。不用指望援兵了。从你踏进这间屋子开始，你就掉进了陷阱。守在四周的暗卫已经被我的死士解决掉了。虎毒不食子，为了设计我，你居然给自己的儿子下药。不过是权宜之计。如果天儿知道实情，肯定也会帮自己的亲爹吧。你想怎么样？我想要一场公平的决斗。你娘那个贱妇口口声声说我不如你，连你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。好，今日我们公平决斗，看看到底谁不如谁。答应你，从小到大，母亲一直帮你作弊，不管我做什么，总是不如你。涂山井，你欠我一场公平的比试。怎么比？你我二人只有一人能活着离开，活下来自然更好，即使母亲那个贱妇看到，也必须承认。我知道你答应决斗是为了拖延时间，但是别做梦了，这一次绝不会有人救你。你涂山井，只要你认输，承认你不如我，我就让你死得痛快一点。啊，好，那我就一点一点撕碎你，让你以最痛苦的方式死去。涂山井，你宁愿五脏俱碎，都不愿意说一句你不如我吗？如果是以前的大哥，我立刻承认，我的确很多地方不如他。可现在的你，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，我看不起你。还敢瞧不起我？说，究竟谁比谁强？回答，究竟谁不如谁？
我这副样子也是你给的。你竟然杀我救涂山璟，如果不是他，你我何止于此啊。让涂山璟离开这个局，从一开始我想杀的人就是你。我这人自私狠毒记仇，辜负了我的人，我必要他尽数偿还。族长，对不起，我又一次欺骗利用了你。那些死士我都杀了，麒麟小姐再过两三个时辰就可醒来，我还给天儿留了封信，让他知道父母做的错事。我只求他长大以后能替我偿还我欠你的。我只想知道你对我到底有没有一份真心。人都要死了，有真心又如何，没真心又如何。不管你是真心也好，假意也好，反正你答应过我要和我做一对矫情鸳鸯，同生共死。我方方阴玄的男人可不能违心背语。涂山璟，这一次依旧不公平，但还是有人帮你作弊，而且还是我的妻子。犹如使命，未能说服洪江投降。他说：“死战到底。”这也是意料之中。爱卿不必过于自责。谢陛下宽宏大量。一路辛苦了，早些回去休息吧。臣。告退。陛下，小姐和涂山族长在清水镇遇袭。小妖有没有生命危险？小姐有惊无险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从头说。是防风一应和涂山侯勾结，以涂山天重病不治为饵，引小姐和涂山族长去了清水镇。涂山侯利用对涂山山暗卫的了解，早早设下阵法，埋伏了上百名杀手，将涂山族长的暗卫全部击杀。防风一应和涂山侯也自相残杀，同归于尽。但涂山族长下落不明。小妖在哪儿？清水镇。
冯龙，陛下，能从这些杀手身上查出线索吗？都是死士，应该是涂山侯秘密培养，专门用来对付景人。自小被秘法摘掉脸，穿一样的衣服，连坐姿睡姿都一模一样，无论任务成败都会以死亡终结一切。陛下，可有什么发现？四属灵气浓郁混杂，应该是景和涂山侯交战的地方。在这儿，景受伤了。在这里，景不敌涂山侯，武藏六府接受了伤，徐明威在叹息。恰在此时，涂山侯受到了袭击，景转危为安。从何发现？这儿是涂山侯的灵血，这是涂山侯的心头血。根据臣的推测，防风印既然没有伤害西陵小姐，反而将西陵小姐和涂山天一起藏在榻体的密室中，可见防风印对西陵小姐没有敌意，甚至有托孤之意。防风印应该是解决掉杀手，安置好屋子里的一切，匆匆赶来，用箭射杀了涂山侯，救了景。那景呢？景在哪儿？虽然防风印有救人之意，但他祭祀食神，身体在崩溃的边缘，让涂山侯有了喘息之机。临死前，涂山侯再次重伤了景，最后景落入了水中。涂山璟到底是生是死？不知道。召集水军，联合搜索。传朕旨意，对所有水族颁布悬赏，但有发现涂山族长踪迹者，朕愿应他所求，重谢酬答。是。景是从这里落水的。是的。把西陵小姐拉上来。不用了，所有人去找涂山璟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怎么样？有没有答案？
心灵小姐，皱纹噩耗，剧痛攻心，郁结于胸，又不顾灵力地位，整夜浸泡在冷水里，一直寒邪入体，经络闭阻。你就说有没有大碍，怎么治？有大碍，能治，但能不能治得好，还要看病人自己。快去开药。是。尽快把药煎好了拿过来。是。都浪迹。